Crane 这把中单梦魇打得很稳，不给别人机会。想抓这个梦魇也太难了吧！又来了，八分钟准时先锋，卡拉又不来吗？啊，这样先锋要让了呀，这样先锋要给了，卡拉不来，这打不了了。哎，上把也是，下把也是。真的，我觉得他们这版本真的是打太少了，先锋不能这样让的。单杀了吧，我操！哇，死了呀！这阿乐没必要这样玩吧？死了，闪现 A。他没必要这样玩吧？他这个有点送啊，主要是破败之王都没有 TP。啊！我也要死了，闪现过吗？哇！选卡丽莎就是没有意义的。赖条死，赖条被秒了！我操，这个位置他被秒了，他还招闪。哎，我以为什么不直接放大呀？他放大再 EQ 就好了。他这波失误，我操，他斩级二闪，他斩二闪。我跟你们说，刚才那个兰博失误了，兰博先放大再 EQ 的话，赖条招闪。打，哎呦，炸了 RNG， 这个炸了呀！兰博没大过来也没有用，他兰博没大呀，这个，哎，没了，没了没了，零花无了，哥们，不是，这，我操，别人都走进来了呢，直接登梦，哎，不是，我操，这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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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了飞了飞了，要死了 ，Crane 快走，没了，小火跟 Crane 都没了。我说了，左边这阵容打右边阵容，右边太灵活了，卡莉斯塔、狗文、泰坦、造星加药剂，开不到人。我现在真不敢说，就你们算了算了，放过我。哎，这个小五别跟他打吧，小五你打吧。梦魇 T 后面了，梦魇 TP 了，兄弟们，抓了应该死了，拜拜再见，卖他吧，他反正300块钱，五个人来抓一个葛文，不亏啊。RNG 用了 TP， 五个人来抓一个葛文，中路线没人吃，上路线没人吃，中路线有150块钱，上路线这波兵应该有200多块钱，加起来400块钱。这个小龙刷了，阿乐有 TP， 梦魇没大，怎么打呢？不一定会给他们，肯定想打，药剂 T 后面。阿乐有踢，我觉得 RNG 这波团爆炸了，必输，百分百输，这波团百分百输，你们相信我，这波团李宁是百分百赢的， RNG 这个位置打不了的，就是一个一个等死，药剂追一个，药剂练到一个就死一个，药剂练到一个就死一个，但没练到，但是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打这个小龙就是等输，你们懂吗？这种小龙就是不能打，那 RNG 怎么办呢？没办法呀，就这把就是等输的呀。别急啊，你们急什么，你们太容易急了，这些人泰坦直接卡莉莎先二，如果闪开的话最好是，哎，阿乐又干嘛了，又干嘛了，阿乐阿乐，但 RNG 打团打不过，这波团还是会输， 团战伤害差太多了。你们看破败之王这个英雄就是这样，如果杀不死一个人的话，就是这个英雄就是废了，你一定要杀第一个人才能杀后面的人，结束了一波了呀，不会看好几遍。妖姬被我打残了呢，不，没杀掉是有点可惜，太灵活了，太难了，说实话，那个妖姬这个英雄太灵活，太难杀了，他那个 W 过去还能回来，贼恶心。 W 跟 R 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他有四个位 W 过去 R， 然后 W 回来 R 回来，他有闪加一声闪现就五个位移，你知道吗？贼变态，这个真的关我屁事，是我按了他的键盘吗？是我动了他的鼠标吗？我这个老干爹这个辅助好果断，不是老干爹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李宁，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是老干爹，李宁李宁李宁，李宁这个辅助开团是真的果断，每次都是用闪现开。哇，葛文这个 AOE， 恭喜李宁，哎，李宁这个赛季真的是